我哋好快做一个 live 啊！哎呀，即刻过去啊！即刻过去啊！有啲粉丝咧就想送嘢俾 Gigi， 咁我哋而家开个 live 就系、是、啲有礼物喎、啊。嗯，第一份礼物哇，好靓啊！我哋 Gigi 唔粉，其实我自己都唔知道。托我送俾佢未见过噶。好嘅话我落线啦，拜拜。系佢未见过噶吓。80，之前嗰个应援巴士。应援巴士，佢整咗个模型送俾你，很漂亮，好漂亮。耶、yeah, ，多谢你。很漂亮。同埋佢呢个系积木。耶、yeah, ，多谢你。同埋佢呢个系积木嘅感觉，佢呢、這个巴士可以动。耶、yeah, ，巴士可以动。呢个唔系呢个唔系飞机，呢个系咩？第二份禮物是這個，你可以拆。好，我拆啦。但係呢個包裝係非常之靚，快速寄件。但係呢個包裝係非常之靚，同埋佢呢度有寫字。呢度有兩個嘢。佢一個係 Dear Gigi 姑丈。嚇？咁即係咪應該送俾姑丈？係咯，呢個姑丈。佢話 Dear Gigi 姑丈。唔緊要啦，你拆啦。姑丈，我幫你拆一下。咁樣，但係呢個可能要擺喺度，因為覺得咁樣得，但係呢個可能要擺喺度，因為覺得近呢度快速，拆咗呢個，係咪有啲難拆？佢有膠紙，好，咁我幫你。是一幅相，我們給姑丈看，這個是好啦，好，噔噔噔噔，哦，又是個巴士，噔噔噔噔，認不認得他呀？哦，又是個巴士，真話的清高，認不認得他呀？之後，後面有兩個燈箱，真話的清高，之後，後面有兩個燈箱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，前面都有兩個燈箱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，厲害，他說這個筆所以 stop 巴士，佢仲有一個 stop。